我是刚刚在抽到那一百一十年了。还有要签一个吗？八月五号。是一红，好高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瑞芳站啊，19:17，还有是。下一站，双溪 ，next stop。双溪，手牌是26次哦。向 K。树林发车将北向哈利。我第二三天前脚面子很之前哈。还有哈。使用手机。很多人。在想我等一下他想去吃饭吗？那先去吃饭嘛，来搞完半个小时。电车将电子邮件转做静音的模式，使用手机啊，请轻声讲话。26次在瑞芳那里。隔壁电话请打好。将将天赐产品调做轻音，共天花请看市场定位。再回瑞芳，昨天台北开心的说，今天终于回来瑞芳，所以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哪一班是哪一班，哪一班又是哪一班的。246。Hello， 今天是哪一个班？24。好，现在。啊，就是啊，哦，我听威廉哥。哦，哦，脏话防守了吗？我26次哦。你好。说下一拜脏话完蛋了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我蒸汽火车关你什么？哎，又丢一节副信号了，又丢一节副信号了。对啊，傻眼，你上来丢啊？而且同样一台车，三零零。啊，文玉哥哥嘞？啊，文玉哥哥嘞？修啊，不然我怎么来测？修，啊，他也修，他都傻眼。26次到树林发车，听我北边的话点，表三一九万变成很久。好，他们两个修就对了，那就对。好，哥哥晚安。26次在瑞芳那使用。我下面跟马总们多多交朋友，是来讲。拜拜，来讲。147384八刀子八刀九平洋金龙车个车。南京地下西门车车个车在瑞芳站待毕哦，这个安的电话。来接我这个。复兴号，哦，20014，对，我前面干嘛专门做做电门来讲，然后再讲那边有一只猫咪，啊，我前面干嘛专门做做电门的，又丢一节复兴号，对啊，还蛮傻眼的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